你好，小姐姐，请问你也住在这个小区吗？啊，对，孩子在门口的美国学校上学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。哦，刚好我家孩子也在那上学，可以进去一起看一下吗？好呀，走吧。走吧。这里就是一个独立的鞋柜。哦，一个独立的空间。我们这个房子第三建筑面积275平，然后再加地下室，看我们家的客厅漂亮吗？好漂亮呀，这个吊灯好漂亮呀。对，然后这个窗还有一个壁炉。嗯，这边有个壁炉。嗯。啊，这个装修风格我挺喜欢的。没事。非常的复古，有没有？然后这里是一个一楼的房间，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，可以住这个房间，很好的。挺好的。对。然后这里客人卫生间。哦，这边客人卫生间。往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客厅区域和餐厅连接的。哦。还有一个小，就是环绕的小阳台，一会儿带你看一下楼下的花园。好的。嗯。然后厨房的话就是这种中岛厨房，西餐。然后你如果做中餐比较多的话，这里把关起来。哦，是隔绝油烟。对，挺好的。嗯。然后地下室在哪里呢？我们地下室就是两个房间，两个卫生间，加两个很大的一个空间，可以做洗衣室啊、桌球啊，都挺好的。然后那个连这个花园，哇，这个花园挺大的。对，看一下，往这边看一下我们超大花园，整个外立面。哦，这个房子设计的还很有风格。看这个楼梯也是挑空的，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窗外看出去。窗户。对，这里是门口，这里是可以自己停车的。哦，那边是个停车位。对。然后我们三楼的话就是，三个房间。你看，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客厅。哦，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下面。嗯。挺好的一个小露台。对。在这里放一下书架也可以，挺好的。这角落也很漂亮。然后就是立中卧室。嗯，给我们女儿用的卧室。对。然后就是第二间卧室，带个小阳台。哇，带个小阳台。对，给我们二女儿用的。就是他们俩共用的卫生间。哦，卫生间在这儿。这边是我们的主卧套房。主卧。哦，对，带一个小阳台。这个阳台挺漂亮的。而且我发现这三个房间的窗景都很漂亮。是。然后这里是衣帽间，然后卫生间。哇，卫生间这么大。嗯，对。这个房子我们现在不太够用，所以打算要换大一点的。那对我们家其实还挺合适的。好呀，那你直接拿下吧。可以。好。